好，各位正在观看比赛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赛前的准备正在进行着，球员们也像往常一样在礼乐声中走入球场，然后相互握手致意，交换队徽。天气今天是近乎完美，晴朗的天空在泛光灯下显得更加辽阔。哎呀，天晴总是会为比赛带来一些好心情，也希望两踢球射门冲进了。这是什么节奏？这种机会他是不会错过的。像这种球员都有第六感，能迅速找到最佳的位置抢点，脑子转得真快。当然，这肯定会增加比赛的观赏性。无论教练在赛前对球员说了什么，显然十分奏效。他们的进攻非常犀利，取得进球也是理所应当的。罗伯托·费尔米诺，他的任务就是确保让对方的进攻到此为止。巴伦西亚试图快速发动进攻，球转移到了右侧，球在瓦尔迪脚下，直接长传，漂亮的断球，否则形势相当危急。试图直塞，打一脚，配合是打出来了，但是结局令人惋惜。这样的传球竟然没能转化为助攻，他肯定是大失所望。这确实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好机会。想法不错，可惜没能实现。席尔瓦、贝尔有机会打反击，刚刚丢球就以训练不敬业到零二抢定当仁不让的速度把球抢了回来。防守队员把球解围了，恩佐基直接传到前场，分到右侧，这次抢断的跑位非常合理。快攻的好机会，穿透了防线，可以打，质量怎么样？一脚劲射，但是被门将拒之门外。门将扑出之后长出了一口气，这球扑救难度非常大。瓦尔迪，瓦尔迪精妙的传球，有机会打门，成功了，扳平了，扳平了，扳平了。反击就得这么打，迅速果断，毫不留情，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反击。这一进球再次改变了比赛的局面。这样的比赛总是非常的焦灼，双方彼此非常的了解，于是今天又上演了一场拉锯战。球失去控制了，看谁先抢到。球被防守队员破坏了，海伦芬又抢了回来。瓦尔迪，这是个快攻的机会。瓦金，巴伦西亚，球来到了左侧。瓦金，靠身体把球抢了回来。阿尔巴，现在应该迅速由守转攻。罗伯托·费尔米诺，巴伦西亚发起反击，出脚很及时。马内想要吊过对方头顶，贝纳尔多·席尔瓦伸出一脚将球断下，斯特罗曼把球抢了回来。好的，他成功的突破。斯特罗曼送出射向球门，他得分了，他们做到了，逆转了，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。不得不说啊，在这个位置射门不进的概率只有3%左右吧，我瞎猜的。他的跑位很不错，有效的利用了空间，使得传球找到他更加容易，这样的射门也更简单了。这是我们期待已久的进球，
他们反超比分的这个表现的确是令人惊叹，但是现在他们必须在防守端做出同样的精彩表现。巴伦西亚将球转移到了前场，球转移到了右侧，球在瓦尔迪脚下，传球，华金，好球，纵身跃起，门将的神勇扑救，很好的展现了他机敏的反应能力，时刻准备着，飞身跃起，想知道什么叫做离谱吗？看看这脚射门。华金，漂亮的直塞球，再传回中路，门将拿球，快速向门前推进，想要穿透防线，罗伯托·菲尔米诺跑向了接球位置，射门，进入中场休息。惊人的逆转完全出乎我的预料，根据观众席上的惊呼，我觉得他们也是出乎意料。好的，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，这半场太精彩了啊，我没别的形容词，最后太让人心跳加速，除了下半场比赛一样精彩，我没有其他愿望了，这场球很可能会成为经典战役而被人铭记。差距很小，半场比分2-1，好的，比赛进入到下半时，菲尔米诺，科克传到边路走廊，选择地面，能起脚吗？哦，门将保持着出色的状态啊，罗伯托·菲尔米诺肯定以为自己能摆脱门将，显然他判断错了，向外找到侧翼，科克传中，险情暂时解除，他明显的放倒了对方，是个任意球，任意球机会他们会怎么利用呢？聪明的扑救啊，四两拨千斤，这脚射门对门将而言真是一大考验，非常刁钻，但是门将的表现非常神勇。贝纳尔多·席尔瓦送出直塞，这次抢断非常关键，究竟谁能抢到球呢？试图直塞，向外侧找到了侧翼，球出界了，马内从左侧一路高歌猛进，罗伯托·菲尔米诺跑向了传球的落点，席尔瓦，瓦尔迪现在无人持球，贝尔，华金，精准的传球，他阻止了进攻，一记长传，刚刚丢球就以训练不敬业道理而讲定当仁不让的速度把球抢了回来，瓦尔迪传球，门前失射，哎，可惜了这次妙传啊。
这绝对是教科书式的经典直塞球，只是后续处理还需要提高。贝尔，科克，马内，这个断球干净利落。没错，他们就应该这样打。现在这种情况啊，不能保守啊，对吧？他们必须孤注一掷，希望能攻破对手的城池。是的，的确没有别的选择啊，必须这样进攻。球在瓦尔迪脚下，瓦尔迪漂亮的直塞球，能否把握住机会？球进了，两球领先，他们可以踢得更加轻松了。这球就是现足球队的水平也能踢进啊，漂亮的射门，不过这球传得何其精准，应该记一功。场边在做换人的最后确认，马上就会有人员的调整，领先优势扩大到了两球，球场的气氛已经完全变了。刚刚可能是今天比赛中的决定性的时刻，一个舌尖上的抢断。哎，我为什么要用舌尖呢？想要穿透防二，第七球打门，科克难得的机会。维纳尔杜姆，布兰特，防线脑洞大开，哦不对，漏洞大开，轻巧的传球，视野很开阔，打门，他们的球迷看到这个场面一定很沮丧，为了控球而控球啊，是成不了大业的。瓦尔迪将球塞过去，他选择攻门，这肯定不是他想要的传球效果。来到前场，试图直塞，哎，不好啊！这个球处理的不够合理，浪费了一次机会。门将大脚长传，传球，贝尔。来到了左侧，球被对方拦截，无功而返。他知道啊，自己这球传得不好，想法很好，跑位很机灵，不过就像你说的，传球太让人失望。漂亮的直塞球，漂亮，他的预判非常准确。门将大脚长传，就这样裁判结束了比赛。多么神奇的比赛，多么神奇的逆转，这才是逆境中应有的表现。他们的胜利实至名归，这是一场充满曲折的胜利啊。姚坤啊，你怎么看他们今天的表现？
好，各位正在观看比赛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赛前的准备正在进行着，球员们也像往常一样在礼乐声中走入球场，然后相互握手致意，交换队徽。天气今天是近乎完美，晴朗的天空在泛光灯下显得更加辽阔。哎呀，天晴总是会为比赛带来一些好心情，也希望两队的表现也不要给我们添堵，期待大赛开始。这是个专业的足球场，有一种高大上的赶脚啊。好的，双方的较量开始了。兰特确实有自信也有能力那样控球，但稍微带多了，应该早点把球传出去，因为接应的球员已经拍马赶到。好，这次选择了长传，这个越位被发现了。他们把防线前压来应对对方的进攻，这个战术非常的巧妙，他们非常清楚防线何时要前移。贝纳尔多席尔瓦想要调过对方头顶，恩佐基直接传到前场，门将大脚长传，阿尔巴试图快速发动进攻，球出了边线，阿尔巴在左翼打开了不错的局面，化解了险情，想要穿透防线，瓦尔迪被吹了越位，被门将拒之门外。过顶球，试图直塞，好机会，他选择攻门，球进了。瓦尔迪单挑门将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他沉着的让人惊讶啊，门将使出了浑身解数也没能阻止他。僵局被打破，比分变成1-0，现在的领先优势还很微弱，他们不能有丝毫的懈怠，直接长传，传球就在马内脚下，能否把握住机会，这很难判断落点啊。最后啊，他们发现自己被团团困住，无路可走。这球太漂亮了，机会怎么样？打进一球。比赛才刚开始，对方已经被他们打得鼻青脸肿了。这球看似侥幸，实则靠的是他门前的嗅觉。想要进球就得有预判，刚刚这个大胆的预判收获了回报，真是太机智了。一方连下两城，纵身跃起，继续继续继续，简直易如反掌，他们又进一球。反击就得这么打，迅速果断毫不留情，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反击。打入3球2，一球未丢，真是摧枯拉朽一般啊。一个舌尖上的抢断，哎，我为什么要用舌尖呢？球转移到了前场，马内以及过顶球，踢球打门，没有打好，最后还是没能取得进球。不过这确实是一次非常犀利的反击，在这种速度之下，对方很难组织起有效的防守。一记长传，漂亮的直塞球，机会，打一脚，球打进了。再来再来再来，他们已经被打疯了。谁都没法预测这球会怎么样，在精彩的一轮盘带之后还能收获一个圆满的结局，太精彩了。防守球员被戏弄得晕头转向，溃不成军。毫无疑问，现在大局已定，球在瓦尔迪脚下，球被对方拦截，无功而返，试图直塞，他抬脚失射。哇，这个球打得很有力量，他在球门正前方，好说歹说这球应该进。
瓦尔迪，斯特罗曼送出直塞，得分的机会，马脚怒射，谁都有可能得到球。飞着越起，这脚没能射正球门。长传到了边路，很有穿透力的传球。现在应该迅速由守转攻，斯特罗曼。这是个明显的犯规，任意球。他一路披荆斩棘，球来到了左侧。布兰特巧妙的传球，他知道自己这球传得不好，他的跑位时机掐得很准，可惜队友没传好，他有足够的理由抱怨，只要力道再足一些就可以了。瓦尔迪，他能完成射，他抬脚射门，给了门将一次表现的机会，防线出现漏洞，他们对于那个战术完全没反应过来。抢到头球，这脚射门打飞了啊！天空的鸟要注意了啊！贝纳尔多·席尔瓦将球转移到了边路，起球传中，门将判断出色，把球摘下。刚才是上半场最后的剧情了。我认为啊，比分被扳平的可能性很小。他们只要全身心地投入这场比赛啊，好像是势在必得。这场比赛中呢，没有什么必要保留。观众朋友们，我们一起回到比赛。是犯规，是的，裁判判了犯规。现在他的面前一马平川，究竟谁能抢到球呢？想要穿透防线，向前狂奔，机会，尝试打一脚，球进了！一场血洗，又添一球，停不下来的节奏啊！这样说吧，如果你看到了刷数据的机会，你会放过吗？当然要火力全开了。今天已经完全成了一边倒的表演赛啊！球现在无人控制，他追过去了，他成功的将球破坏。阿尔巴将球塞过去，迅速向前场推进，漂亮，他的预判非常准确。科克传球，阿尔巴这球传得不够好，传球的视野很好，但是传的就太对不起观众了。不过传球时机把握得非常好，相信还有机会。漂亮的直塞球，有机会打门，好像是越位了吧？没错，确实是越位了。这个提前送出的直塞球几乎骗过了所有人，除了举旗的边裁。哎，毫无疑问，犯规了。刚才被口头提醒过，应该清楚结果。看来裁判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，他之前这种表现就是在犯规的边缘，他必须迅速调整，否则被罚下场是迟早的事。瓦尔迪送出贴脚射门，他得分了，屠杀仍在继续，疯狂还在上演。这就是足球啊，涛哥，必须不留情面，红行不属于足球场啊。他进了第三个球，进球对他来说就是家常便饭。本场直接射门，哦，是乌龙球。诡异的乌龙啊！本来是想帮助球队，这真是太不走运了。恐怕这种事儿每个人都会遇上。
尽管是凭运气得到的一分，但是这分太重要了。哨声响了，犯规。对方显然没有找到正确的传球节奏。小船阵痛，球穿过了防线，能否破门得分呢？能否要球了？这简直惨不忍睹，看的是让人懒瘦仙姑啊。好吧，我觉得这已经不只是面子的问题了，这分明就是是吧，这可能会给球员的心理留下很大的阴影。他打进了自己的第三个进球，他可以把本场比赛的用球带回去做纪念。那名后卫肯定看他都看腻了啊，他整场比赛都在不断的进攻，而且毫不留情，永不停歇。他成功的阻止了对方的进攻，又一次漂亮的防守，想要穿透防线，他的任务就是确保让对方的进攻到此为止。席尔瓦掉到前场，试图直塞，球在瓦尔迪脚下，过门，这脚射门打偏了。这种干净利落的快攻通常都很有威胁，如果最后的打门再合理一些，这很有可能会成为一次经典的快速反击。漂亮的直塞球，漂亮的断球，否则形势相当危急。这个断球干净利落，贝纳尔多席尔瓦尝试直塞，想法很好，跑位很机灵，不过就像你说的，传球太让人失望。能否把握住机会？射门，传球，这次抢断的跑位非常合理，球传进去了，大力射门，这个时候场上出现了人员调整，我觉得这个换人意图很，跳起头球，科克，罗伯托菲尔米诺，罗伯托菲尔米诺送出直塞，贝尔，这是一个边线球，想法不错，可惜没能实现。他知道啊，自己这球传这个犯规，哎呀，这个判罚对裁判来说根本没有难度嘛，很明显嘛。现在又要换上一名球员，我们的主角下场了，大家都在为他喝彩。我觉得他不会太介意，也许教练晚点换他的话，他还能再进一个，可能他会有一点不高兴，不过既然他已经上演了帽子戏法，那应该都还好。贝尔，这球传得不够好。传球的意识不错，不过传球的力道不好，再大力一点就好了。华金直接长传，快攻的好机会，想要穿透防线。他知道啊，自己这球传得不好，传球的视野很好，但是传得就太对不起观众了，不过传球时机把握得非常好，相信还有机会。尝试吊过顶球，贝纳尔多席尔瓦，漂亮的直塞球，马内高高跃起，传球很到位，这是一次不错的机会。中场哨声响起，这是一场精彩的进攻战，他们完全掌控了比赛。如果回顾比赛的过程，苗指导啊，你觉得都有哪些关键点呢？应该说在今天的比赛中，双方都表现出了非常强的求胜欲望，拼抢非常积极，球员们的专注和投入成就了这场精彩的比赛，我相信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。解说即将告一段落，再次感谢苗坤的。
欢迎各位收看这场晚间进行的比赛。我非常高兴地告知各位，今天我们的天空如洗，天气情况近乎完美啊！在现场的观众情绪也同样是高涨着，每个人都沉浸在这种高涨的气氛当中，让我们共同期待精彩比赛的开始。天晴总是能给我们带来比赛最优质的条件，也能给我们带来最好的心情。相信在这样的双重好心情当中，比赛能够顺利而精彩，这是世界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竞技场之一，非常值得欣赏。我们看到今天的比赛已经开始了，非常准确，他已经预判出了路线。恩佐基想要穿透防线，传球的准确度还要提高啊。他出色地化解了险情，这是教科书般的扑救，他凭借惊人的反应速度化解了险情。马内，精彩的对决看得我是心花怒放啊！我说的是看台上的美女啊。漂亮的直塞球，很有穿透力的传球，能起脚吗？反应很灵敏，他能否找到射门的机会呢？飞着跃起，球打进了。在压力下表现得异常冷静，本来以为后卫的站位已经很理想了，不可能有打门的空间，居然还能起脚，真是给力。僵局被打破，比分变成1-0，现在的领先优势还很微弱，他们不能有丝毫的懈怠。针对他的防守做得很好，就是不让他转身或者射门，你们想限制住他，这就是最好的方法。德乌洛斐乌通过拼抢夺回了球权，试图直塞，球在瓦尔迪脚下的位置，直接射门。德乌洛斐乌快攻的好机会，球转移到了右侧，恩佐基，究竟谁能抢到球呢？这是个快攻的机会，传球，瓦尔迪，瓦尔迪起脚打门，打进了！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！他们已经被打疯了。这球太精彩了啊！对方只能束手就擒了，灵活的盘带，冷静的射门，这球太完美了。已经有球员在场边热身了，好像是要换人，乌德勒支换人，同时换上两名球员。我很好奇啊，这会不会改变球队的整体阵型呢？这个局面可以说是相当乐观啊。现在比赛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了，显然其中一支球队已经牢牢掌握住了主动权。好的，他成打一脚，他们太狂暴了，比赛才刚开始，对方已经被他们打得鼻青脸肿了。
我刚才还想呢，他会不会尝试一脚远射，不过当你能这样一路披荆斩棘直捣龙门的话，还犹豫什么呢？这次突破和进球都非常精彩，打入三球而一球未丢，真是摧枯拉朽一般啊。好机会，他抬脚失射，他得分了，太容易了，差距就快大的追不上了。我喜欢这个射门啊，这次要传的再晚一秒恐怕就越位了，不过传球还是射门都得点赞。今天已经完，他抬脚射门，这脚射门没有控制好方向，他在球门正前方，好说歹说这球应该进。瓦尔迪将球塞过去，现在他的面前一马平川，射门没问题了，简直易如反掌，他们又进一球。这就是足球啊，涛哥，必须不留情面，红行不属于足球场啊。他在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，现在他的目标是帽子戏法，毫无疑问现在大局已定了。漂亮的防守，再这么防下去啊，后卫们要失业了。前锋应该是球队抵挡敌人的第一道防线，在这一点上没人比他做得更好。法布雷加斯一记长传，马内送出直飞，罗伯托菲尔米诺得分的机会，传球，瓦尔迪快速向门前推进，他甩开了对手，好机会，双方都没有能够得到球，及时的破坏了。坎特，中场休息的哨声响起了。我认为啊，比分被扳平的可能性很小，他们只要全身心的投入这场比赛啊，好像是势在必得。这场比赛中呢，没有什么必要保留。观众朋友们，我们一起回到比赛。法布雷加斯试图快速发动进攻，现在无人持球，罗伯托菲尔米诺背对球门造不成什么威胁，只能选择传球，如果能够一直让他不面对球门也没什么威胁了，防守做得非常非常好。是个角球，